场外星人报仇，大战一触即发。几个年轻人捡到一具外星战甲，他们拿定。一群不知死活的人弄啊，你懂。发起进攻，男子拿着燃烧瓶，非常嚣张，结果直接被一只大手抓住。外星人越来越多，男子一把将燃烧瓶丢向对方，好在外星人没起杀心，他们全力阻拦人类靠近飞船。很显然，他们不想开打，但被仇恨冲昏头脑的人们依旧使用各种武器围攻他们。这时，军队派兵前来阻拦，因为外星人一旦反击，人类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。控制局面后，他们放下武器，表示自己没有恶意。而另一边，六哥为了报仇，穿上外星战甲。小美也找到父亲，说明所有的事情后，便开着装甲车送阿伟前往飞船。没想到，刚刚行驶到半路，后面突然追过来一个外星人，而操作战甲的人正是彪哥。他跳上装甲车，对着玻璃就是两拳。可这个玻璃不是一般的硬，小美猛打方向盘甩掉对方，彪哥一个冲撞就把装甲车掀翻。小美陷入短暂昏迷，阿伟打算下车正面硬刚，奈何他根本不是彪哥的对手。在战甲的加持下，彪哥战斗力爆表，阿伟毫无还手之力。下一步，彪哥就要将他撕碎。关键时刻，小美恢复意识，开着装甲车及时撞飞彪哥。彪哥拿起钢板奋力敲打，最后实在没办法，硬生生扯断了机甲的手臂，自己也从里面爬了出来。看到小美跟阿伟紧紧相拥，他捡起地上的枪对着阿伟一通乱射，子弹瞬间穿透他们的身控制起来。这时几个外星人走出来，他们把小美和阿伟抱